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罗哈多萨玛桑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罗哈多萨玛桑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罗哈多萨玛桑布达斯。不杀生戒是已，在家居士学处第四章归戒是已，第三节持戒是已。问二十五，请问尊者，过程要素是不是满足所有条件才算犯戒？回答：是的，过程要素是从巴利安格或三巴勒翻译过来的，在此是指过程犯戒的条件，即具足列出的所有条件就犯那条戒。过程要素很重要，它是判定是否犯戒的准则。因此，若你能把每条戒的内容和过程要素学起来，就很容易判定是否犯戒了。不杀生戒是已。问二十六，尊者，在工作职场中难免会伤害到小生物，请问该怎么办？回答：佛教徒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应该谨慎，尽量避免选择会涉及违反五戒的工作。一旦进入职场，会犯五戒的工作最好能免则免，最好不要自己亲自去做，也不要指使他人做，否则对自己现世和来世都很不利。千万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和利益，伤害未来长久的利益与安乐。问二十七，请问尊者，堕胎算杀生吗？回答：是的，堕胎算杀生，而且是杀人，恶业很重。问二十八，请问尊者，怀孕多久之后堕胎会犯不杀生戒？回答：有情众生只要结生心一生起，就有了生命，因此只要一怀孕，在堕胎造成胎儿的命根断绝时，就犯不杀生戒，而且属于杀人罪，是很重的恶业。问二十九，我是妇产科医生，经常有病患的家属要求我为孕妇堕胎，请问尊者，我该怎么做才不会犯不杀生戒？回答：这的确是个难题，尤其是在不太注重宗教信仰的国家。若你按照病患和家属的要求为孕妇堕胎，就会犯不杀生戒，而且属于杀人罪，是很重的恶业。有些天主教医院和基督教医院的妇产科医生会为了忠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拒绝为孕妇进行堕胎手术和结扎手术，而你是佛弟子，应该为你自己长久的利益与安乐着想，不要再从事堕胎杀人的行为了。若无法避免，就要考虑转行换职业了。问三十，我结婚后与先生商量，想要在有经济基础后才生孩子，由于当时年轻不懂事，所以把第一胎拿掉，后来才知道堕胎的严重性，请问尊者，我该怎么办？回答：这的确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因为堕胎即是杀人，是很重的恶业。若这项恶业在你临命终时成熟，你会因此脱生恶道受苦。然而对于已经做错的事，
伤心、难过、哭泣、忧虑、后悔，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过错既然已经造成，没有人能将那些恶业去除，何况伤心、难过、忧虑、哭泣、后悔是与嗔相关的不善心，这等于是在积累不善业。你现在能做的是避免再造作类似的过错，从现在起你应该避免造作恶业，致力于奉行善业，例如从事布施、受持五戒、修习止观禅法。若你的善业很强，而且比堕胎的恶业还早成熟，有可能死后投生人间善道。最好你能在今生至少证得须陀洹果，因为一旦证得须陀洹果，会使导致投生四苦界的业变成无效业，你将永远不再投生恶道。只要你今生没做过是父、是母、是阿罗汉、分裂合合生团和以恶心出佛身血这五种无间业的其中一种，就还有可能现世证得圣道圣果。问31，请问尊者，我们在家居士开餐厅做生意，也有卖荤食，怕会涉及杀生，要怎么做才不会犯戒？回答：对于佛教徒来说，若到市场买已经死亡的鱼肉来吃，并不犯不杀生戒。但对生意人来说，买卖鱼肉并不仅只是为了自己食用，通常还要向上游厂商订购，于是他们就要屠宰动物来卖你，所以你所做的生意等于指使他们杀生，这也构成犯不杀生戒。若你开餐厅所使用的鱼肉并未向上游厂商预定，而是已经死亡现成的鱼肉，例如肉圆是国外进口的冷冻肉，就不犯不杀生戒。但身为佛弟子，还是应该谨慎从事，以免为了谋生而长期造下杀生业。应注意的是，贩卖供屠宰的牲畜是在家佛弟子的五种邪命之一，贩卖鱼肉也可能由于向屠夫订购而造成杀生，这是佛教徒应该避免的。所以在家佛弟子最好选择不会涉及违犯五戒的职业。问32，请问尊者，我们在家佛弟子吃蛋会犯不杀生戒吗？回答：要看你吃的蛋是不是受精卵。若是生蛋鸡所生的鸡蛋，由于非受精卵，因此没有生命，就不会有犯不杀生戒的问题。在缅甸泡禅林，除了含有蛋的包装食品外，禅林厨房提供托钵的食物不会有现煮的鸡蛋。在缅甸等许多国家还没有发展到专门养生蛋鸡的农场，他们农村放养鸡所生的蛋通常都是受精卵，也就是有生命的蛋。若信徒为比丘僧团准备烹煮比丘食用的话，就会犯戒。因此若你想要吃鸡蛋的话，最好确认是否非受精卵，如果有怀疑就不要吃，以免犯戒。当然若你吃的蛋是包装食品茶叶蛋或已煮熟现成的蛋，而不是你自己煮或叫家人煮的，就不会有犯不杀生戒的问题。问33，请问尊者，泡禅师在转正法轮的问答中提到，生蛋鸡所生的鸡蛋可能还有生命存在，尽管这种几率很小，是指什么意思？回答：抛禅师的意思可能是在指两根者。根据律注及普端严注的解释，两根者
是由于过去的不善业，导致一个人身上同时生出女性和男性两种生殖器，这相当于现代所说的双性人或阴阳人。两根者有两种，女两根者和男两根者。女两根者平常显现女性特征，隐藏男性特征；男两根者平常显现男性特征，隐藏女性特征。若女两根者想要以男性身份与女子交媾时，她的雌性器官隐藏起来，雄性器官显现；若男两根者想要以女性身份与男子交媾时，他的雄性器官隐藏起来，雌性器官显现。女两根者能自己怀孕，也能使其他女子怀孕；男两根者无法自己怀孕，但能使其他女子怀孕。这是他们两者之间的不同。律藏提到有三种两根者：两根人、两根非人和两根畜生。若鸡也有两根鸡的话，雌性的两根鸡就有可能在没有公鸡的情况下产下受精卵的鸡蛋，当然这种几率非常小。萨度萨度萨度。